小灯泡，自清。瓶口直接往下，矿泉水大瓶小瓶都可以。小瓶自清，6分钟。操作很简单，清气很强，直接瞬间。可以看得到，有如龙卷风。清气很强，大瓶12分钟，纯水注入瓶口，大概1/3，将吸清盖锁紧，吸清管直接插入，设定。清气很强，看到没有？哦，这个清气吸到你的鼻子里面，好、哦，没感觉，可是它的清气很强，哦，给各位啊、哦、现场看到，好、哦、清气，耳朵疗愈也是一样，也是20分钟，清气一直在你的耳朵做诊疗，因为它的渗透力很强，啊、哦。不管你重听的，或是耳鸣的，或是阿兹海默症，哦，用吸清耳疗是最棒的。小钢炮维护眼睛，20分钟。不管你的眼睛有近视眼，或是远视，或是老花眼。甚至于灰稳症、白内障、青光眼、眼科疾病，通通用清来做诊疗。你看清气很强啊、哦，在基本上的话呢，疗愈耳朵，好、哦，相当很棒。20分钟设定，包准你的眼睛明亮舒适。一篇疗愈眼睛。一边吸清或是护眼睛都可以，一式两用，相当很方便，疗愈眼睛跟吸清还有护耳，可以双十两个人一起应用。